对，我已那经。他自己去一个新的地方，重新从零开始。哇，没这么错，厉害。要验收。哦，来啊，我可以来对不对？当。要不要？你想不想打凋零啊？啊，这么嗨的吗？对现啊，在吗？看啊，看有谁想打。那我们三个去打早吧。点有我跟我想谈比去较好。探险。好啊，你别去对探险。先去海里的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那我酿一下药水。耶！呱呱休息了、我还在生经验。我来把我的稿子跟剑变成钻石的了。哦，可以啦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开台的状态哦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开啊？很简单啊。嗨，大家好。一个不是新手的胡子的。对，我已经，已经不再单纯了。我今天已经自己做出了一颗田园的核心了，我已经太厉害了。对不对？我要重开，版本不对。嗯，版本不对，你怎么进得来？选的那个游戏不对，版本一样啦啊！但是我们不是特殊的嘛，有小地图。没哦。错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用假的模组假的本身好就也是想一件你。不再单纯的事啊。对，哇，那我继怎么续那么定。快就不单纯了呢？对啊，你好快就被污染对啊，我的作息也被污染了。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哦，不能怪别人啊。把附魔搞定，锋利五，所以胡子在远方，没有啊，我在家里附近，找个地方生存吗？哼，没有。从零开始。为什么有个红石火把在地上？你要做记号吗？哎，是吗？对我也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哦，那个，原本铁轨的位置吧。哦，可能是吧，可能是吧。哦，你两个哇，核心就满足现了在吗？负一个要12等嘞，哦不对，是22等。哇。因为我现在在开山，好我要想把那片你，好想都填平。你，好那个想小村民，你，你在干嘛？外面是晃来晃真的去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你假不的能好这样想糊弄，你，你要默默的2年补起了。来啊！有啊有啊，我要把它好补起想来。哎，你，补起好来，想好。你，好想因为你，好我刚刚想在把里你，面村民拉是出真来，的真的因为好看到想有一你，个特别的，不它有是豪假的宅，假就的是好修复。想你。然后我还有在旁边放一个特价的那个。感谢夜猫子。看这个超屌，第一个就是修补了，然然后后最后一对，个又是修后补，面有一个比较还划是修算的，补，对啊，资源修补，条金刺山，好棒！小僵尸，小僵尸，小僵尸。啊，你看过鹦鹉扭腰了吗？我看过了，好可爱的。可爱。嘴胡子，你要整地。好想要去探你，险的好话，我就想去跟着你，探险，好跟想你探啊。你，好想可以你，先做个前是置真作的业真的啊，好我酿想药水你，嘛，然后不整整是地就假的好假了。的好好想啊，你。那你酿三药十水，五，嗯，我要在这继边等续定。22等吗？你可以拿给福谦帮忙付，对福啊，谦的账号已经破百等了，哪有吧？那你们有等级吗？我39，可以帮你啊，我现在没有要付26。什么了。
你们应该就不用这么贵了吧？我来看看。哇，用丝绸怎么地，好棒哦！对不对？丝绸外来都不用烧了，可是有时候还会需要鹅卵石啦。也有鹅卵石才做得到的事。对啊，也是。这让我想到以前做那个石头制造机。这种东西啊？嗯，因为它就是岩浆，流动的岩浆加水，所以你有一个岩浆一个水就可以有无限的石头。太棒。不过看起来我们，还不需要做那种东西。嗯，对。那种东西不是说什么是什么空岛生存、啊？空岛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东西有限的时候在做的。所以繁星，你可以帮我付吗？可以啊，我在地狱门这。我去找你。好。我已经把书找好了。哎呦。啊，好怕把这个付完，然后等一下去冒险，直接全部没了。没关系，不用这么想，你很硬。我很硬。哎、欸。这边。然后还有这个掠夺，好掠夺，哎呦，对吧、啊？二二哎，没关系，二二，你也是二二，对吧、啊？没关系啊， yeah! 还行，鱼竿渐渐完成了。在水里应该不用带剑，耶、yeah, ，水里吗？水里我要拿我的三叉戟来玩了耶！恭喜，当。那我去换那个藏宝图。宝宝，这次我们出去又拿了藏三叉戟一把回来。拜托，我也要。我最近讲话都会口急耶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你都没睡。都没睡觉。哦不，我大脑不清楚了。就不能唱歌喽。没关系，幸好我也本来也没有打算唱。怎么这样？哎、欸，骷髅弓箭手跟村民也是敌对的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是哦，好棒哦。这样就不用担心骷髅弓箭手从那个缝缝把村民都射死光了。对啊。为什么他们不是敌对的啊？奇怪、啊。他要绿宝石跟指南针。耶、yeah, ，藏宝图！每一次换的藏宝图都是同一张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同一个区域里换的，好像都一样。耶、yeah, ，我换了。另外一张先不要看好，保留一点神秘感。神秘感。错。要不要？拉弓的时间会影响到伤害吗？会，会拉到底一定最痛。我要看了，离我们有个爆炸远的哟，很有探险的感觉。很远，真的很远。我们的点点小到，变移像素了。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是很小，很小，很小。看一下是哪个方向。对，我们要朝东南方前进。我们挂自动钓鱼机是用什么程式？滑鼠还是硬币？我是用橡皮筋，啊，他们是按键精灵。来吧。我之前是用东西压键盘。可是电竞不好压。真的会一直。哦，对啊，鱼竿那时候钓鱼是。超可怕的。哦，我是夜妹，我们这么久没睡了。魔嘞？
摩嘞，摩嘞，搞定吧？经验值的，没有摩，上面有东，哦，经验值没有没有。这样我们必须要一人一匹马了。说，我有我的爪黄飞电，听起来好二哦。嗯，蛮二。那那个那一匹远方那匹马是谁的？我随便找一个骑就好了。按键精灵，他们好像只是写按住右键而已。对啊，就是一行指令 ，left down。对啊，然后循环就这样而已。不用哦，还不用循环哦。不用哦。因为你给电脑一个指令 left down， 它直到你给它 left up 之前，它都一直维持 down 的状态。它就是压着。对。我能做啥？修鞘翅。你们已经，你们已经不是单纯的玩家了。对。什么自动什么什么出来以后，嗯。我这个人最务实了，可以自动的，就当然要自动。就跟可以用电钻钻，就不要用手转一样。科技始终于来自于惰性啊！真的，越来越发达。你看我们现在 那些塔在那边，我们看到铁都懒得挖了，多好啊！还是要挖啦。所以造成鹅卵石越来越少了。对了，还是要挖啦。妈妈，妈妈。然后我们现在那个钻石装备都可以用换了，我也都不想下矿了，还是要啦。哎、欸，找到钻石那个成就感还是很赞的、啊。对，呜，钻石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看挖下去的时候，看它整坨爆出来，棒。哼，不能因为它已经不争气了 ，CP 有点快，就不去挖它。这样就跟交往久了的男女朋友一样，就不珍惜了。随便交一个， oh. 这样子。在这众多的火把里面，偷渡了一个。对啊，刚刚就讲这个啊，不知道他是红丝火把，不知道是铁轨用的还是怎样。原本这边有一个转弯是用动力铁轨，然后打掉之后，这个火把就没拔掉，赶快让大家来找茬。哎、欸，怎么多一匹马在，多两匹在这啊？哟，这批白色鞋子是我的哦，白色鞋子是阿帕，我还没取名哎，把它取名叫阿帕嘛，爪哇，我的次数已经爆了，我不敢花那个在取名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一个工具上的，哎、欸，然后比较屌哎、欸，我的很快，对啊，好快好快。准备好，随时出发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先睡个觉。可以哦。Oh, 好，那我把，哎、欸，我刚好也挖到一个段落。耶、yeah, ，不用烧了，好棒，省煤。哼，其实煤也不用省。煤现在要省哎、欸。不用啦。因为要换东西吗？对啊。你换什么？要开那个，要开那个什么装甲什么那些的都需要煤。哦，对，鱼竿这边还有史莱姆的，我今天挖了一下而已。这里史莱姆的升怪砖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就是一个 L 型的、啊嗯，超大。哎、欸，往下就是现成的，还没挖宽啊，就第一层而已。嗯，哇，好夸张哦！为什么这个铁不挖、啊？不舒服？懒了，不好意思。太不挖了吧？原本还有更多。墙壁也不把它挖干净。哦，没有，因为。你让我好痛苦。对不起，明天看到就又舒服了。因为今天是原本盖苦力帕那边需要大量的史莱姆球，这才临时盖的、這個。你快挖，苦力帕是铁，你挖了才会舒服。苦力帕要让它再长高一点，效率好一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用 TNT 来造来那个什么炸洞了，整地了。不。
你不知道 TNT 多恐怖，对吗？他都用 TNT 炸地板，很恐怖的。我们刚才那边蹦蹦蹦还蛮爽的啊，跟我平常现实中在做的事情一样啊。你之后会不会有一天蹦完之后伺服器就没了？会吗？会吗？会哦，你可能会造让玩家断线哦。哦，是哦 ，TNT 这么凶哦。因为他非常吃效能，而且是吃我的效能。哦。虽然应该撑得住，但是这么凶恶，好，我去换个工具，准备出来。可能一次不要爆超过十颗都还行吧。哦，好，那我就爆个九颗左右。还是要，还是一定要。身上怎么有鸡蛋？要是在海底是不是？所以火把就没路用喽。嗯嗯，那我耶，可以找海哎桥、欸。我们这边有那个嘞，潮涌核心。安心，这给你，是给你带路。我们这边有海灵核心呢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带他去玩？不用啊，那个核心就是在家里用的。哦，等一下，不是放地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吗？等一下，你这个好像，这个不是深海遗迹吗？这是啊。哦，你现在要去玩哦？就去海里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你要带木门哦，不然会死哦。我有带，我身上随时都放这一个。好，或是。不是你身上有中介箱对不对？我有中介箱。好，我们做几桶水桶。这很难是不是？牛奶，我们带牛奶过去。这很难是不是？欸、先把 boss 干掉就比较轻松了。有三个 boss。好可怕。boss 是什么？会在你画面跑出一个鬼脸的那个、啊。哎，好可怕哦。然后会让你有缓觉八分钟。那我们要不要换地方？我以为海的比较简单哎、欸。海的比较难，可是还好啦，全身这个装备再加上水下呼吸那些有的没的就还 OK 啦。还是要换地方。可以啦，真的可以啦，就只是像卡玛跟勒布朗牵你线的时候，你要用东西挡住他而已。木门就可以了吗？嗯，木门你找东西有挡到他的视线就会断掉了。那我们先进去，每个人带24个木门进去，先盖一个木门堡垒、欸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不能在那边先放一个那个，就是海洋之心的那个。所以我们需要它的方块，有它的方块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启动海洋之心。它的方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海灵石要包一个形状出来，然后那个海、啊、只有三颗。啊，我可以去那边挖，只是说，可能挖一挖就肚里不一样呢。对，只是挖到一半会被人缓觉，我们就要喝牛奶挖。喝牛奶，所以我们要带很多牛奶。好可怕啊！我突然，很好玩啊。之前我们不是有攻略过吗？我要去装牛奶。有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有啊，很早之前。嗨牛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还活着，真棒。有吗？我们只有路过而已。哎、欸、哎。欸很早以前，那时候是我兔子还有狼儿在玩的地图。哇，太久以前了吧？同一只牛可以挖到无限的奶、欸，哎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这就是炸奶场，你知道吗？太多桶了啦，有多怕？带五桶。我也带五桶，好啊、安心。哎、欸，你放中，你放哦，放这边就好。身上带一桶。就是先进去后，先把他们杀光，再喝牛奶解除状态。好，那、啊、喝完之后，所以杀光就不会再生了吧？就不会有 boss 出来啊，小兵还会出来。